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 很多人呢都发觉 Kevin 现在的眼神越来越圆，越来越有神，也觉得眼睛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秘密武器。你看看我今天的眼睛，看得出来我有贴双眼皮胶带吗？因为我在日本发现了这个日本 AB 隐形双眼皮贴线。这个贴线啊，我走遍了大大小小的美妆店，在日本唯一一项产品能够蝉联排行榜48周之久，而且呢，它还是全程都在日本制造 ，Made in Japan 的哦。它到底怎么用呢？首先，你必须要准备一支剪刀，而且呢，一定要记得哦，这个剪刀的头最好是圆形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产品里面它包含了隐形双眼皮贴线。另外还有一支定型压棒，它的材质呢非常柔软，当你在眼皮上面滑动的时候，一点都不会刺激你的眼皮。只要这简单的三样东西，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单眼皮变双眼皮，更可以解决你一单一双或大小眼的问题哦。接下来我就利用模特示范给大家看。首先要先用化妆棉片沾一点化妆水，把我们的眼皮擦干净，避免我们的眼皮上方有过多的油脂，影响到双眼皮贴线它的粘性。利用这个定型压棒去找出自己可以变双眼皮的位置。那 Kevin 的习惯是会在这条线上来回的滑动，这样子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到这条线的位置。好，记得要抓住双眼皮贴线的两端，将它拉紧。Kevin 还要提醒大家，你可以把两条的双眼皮隐形贴线同时把它们平行，利用两个手指同时把这两条双眼皮贴线拉开来，然后你可以去扭转它们。当你扭转它们之后，它这个双眼皮贴线就会连接在一起，它的韧性跟它的强度就会更强。如果你是属于眼睛泡泡的，脂肪层比较厚的，利用这样子来贴，你会发觉它更有力，更好贴。在使用这个隐形双眼皮贴线的时候，千万不可以两只手指太接近，因为当你两只手指太接近的时候，一拉，你看它就断掉了。再利用你的食指压在刚才我们找到的双眼皮线的位置，因为这条贴线它是双面的粘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看到它已经粘起来了。然后把手往两侧离开，再利用剪刀呈现垂直的方向剪掉多余的贴线。最后我们再利用手指跟定型压棒上下一起做，这样子你的贴密度就会更自然。好，你看，瞬间单眼皮女生就变成双眼皮美女了。如果呢，一般你是不喜欢化妆的女生啊，你看像这样子素颜的状态之下，刷一点睫毛膏，眼睛就看起来很有神。那如果你平常是喜欢化妆的女生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一些调整眼皮颜色的产品，分量不用太多，轻轻的放在眼皮可能会暗沉的地方，用自然的大地色调稍微轻轻的刷上去，线头就会隐藏起来了。你看这样子两边眼睛是不是属于两个不一样的人呢？所以呢，利用这个很棒的来自日本的双眼皮隐形贴线，你就可以变身大眼美女哦。这款来自日本的隐形双眼皮贴线呢，可以帮你矫正你眼型的问题哦。好，现场呢，我们这位漂亮女生呢，她的眼睛就是两边双眼皮一宽一窄哦，所以感觉上眼睛会一大一小，她就是这个隐形双眼皮贴线的爱用者。现在就看看她的示范，你就会可以了解自己做原来也很简单，麻烦你了。好，首先他用定型压棒找出他双眼皮位置，你会看到他用的是厚的那一边，因为他刚才跟我讲说哦，因为他的眼睛的脂肪层比较厚一点点，所以他如果用这个定型压棒的细的那条的话呢，可能会找不到双眼皮的位置。接着把双眼皮贴线压上去，再用圆头的剪刀把头尾剪掉，然后呢，再用定型压棒细的尾端去把两边双眼皮的位置再次固定。你看，
轻轻松松就可以把自己两边大小眼的问题解决掉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他去改造，把妆法都变了之后，看他会变成有多大的眼睛。所以每一天利用来自日本 AB 隐形双眼皮贴线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很漂亮的大眼睛。